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服汽车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42期的节目。这两天有朋友问我说呢，有没有布鲁克积木这个全新版的第二弹？我说有啊，我前几天已经拿到了。那既然有人问了，那我就赶快呢花点时间呢把它们组合起来。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11月30号的晚上10点多啊，很快的呢，2023年就会进入最后一个月。那在这11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呢，来给大家做这个节目。其实我很享受现在这种感觉，就是已经晚上了啊，已经是就是即将入睡前，然后呢，可以拍拍玩具啊，来给大家聊聊天。那可能你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，你可能是白天，或者是很忙碌，或者是你在上厕所大号的时候看到这个节目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呢，现在的这个宁静的时刻呢，是我非常 enjoy 的。那这套积木的话呢，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的不错，而且甚至我觉得比第一弹还要再更加的讨我喜欢啊。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好了啊。我们从右手边这个，这个 Starscreen 它是一个叫做这个，大陆的翻译叫红蜘蛛啊。那这款的话，由于它先前已经有惊天雷跟这个闹翻天，就这个 Thundercracker，还有这个 Skywarp。那所以说呢，这一次的 Starscream 出现之后啊，将会凑齐稀客的元祖三人小队。那以后会不会有三尖头部队呢？我想应该也是可能有的啊。那么这个组装的过程，每一个的宿敌呢，90%都是一样的。那么这款 Starscream 的话，它是跟其他的几个模具则是多了这个变形成枪的 Megatron，还有这个肩上奶射线，其实它身上还有一些小细节的点缀啊，还有这个胸口的这个涡轮这个部分，这应该是印上去的，感觉非常的不错，这个手感摸起来也是比较舒服的。那背后的造型就这样啊，非常光滑的一个背部。那 Decepticon 的标志呢是正的啊，这个不需要考虑变形的时候呢，它印出来就觉得都是正的啊。那表情也不错啊，眼线还靠了个眼线呢，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请它到一旁去。再来的话呢，也是之前有推出过相同模具的 Optimus Prime，但是这一款的话呢是紫色的，应该是报应至尊吧？啊，它可是它写的是 Optimus Prime，它写的是青天柱，后面挂号 IDW，这个跟报应至尊有什么？哎，不对，报应至尊应该是红色啊，它这个是镜像了啊，应该是镜像。对不起，我刚口误讲错了，是镜像啊，而且它的派系标志是 Autobot，所以它应该是镜像。那胸口的话，你看到一个破碎的一个刻画，然后里头有这个领导模块，它虽然胸口不能打开，但是呢印在胸口，这个造型挺不赖的啊。但是这一款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眼睛的这个什么是粉红色的嘛，是感觉是有点小娘炮的感觉啊。背后的造型给各位看一下啊。那它是有还有其他的替换手跟拳头的啊，只是说我没有全部装上去而已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而且甚至说这几个家伙的一个手掌部分呢，都是可以互相大家可以做替换的。好了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Optimus Prime。 再来的话呢，是第一次出现的啊，我们就两个一起来做个对比好了啊。这个消防车，那另外一款呢吊车 OK。 那吊车的话呢，这个颜色非常的鲜黄啊，我记得吊车是不是应该有一点橙色啊，是黄，怎么会是黄色呢？啊，没关系啊，各位，就可能我色盲或者是我的色彩认知有问题。那这个消防车的话，它有一个喷水的一个柱子的这个喷水的一个替换件。那吊车的话则是一枚导弹，这个导弹应该是拿手上吧啊。那两者的话呢，背后造型也是不一样，一个是梯子，一个是钩子。那背后的这个模具基本上是一样，但是呢以涂装来说啊，因为这个吊车的这个膝盖小腿上面有多一些点缀。那面吊的话呢，两个看上去好像应该是长得一样吧啊。那因为头盔的话呢，这个深色的这个消防车感觉立体感比较好。当然这个你抽到哪一个这个是没人知道的，但是我相信更多朋友应该是都会选择把他们整套给带回家的啊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的话呢就接着来看一下啊，我们的这一次左手边这个是工程合体当中的拖斗。拖斗的话，它背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装错啊，应该是你可以把它弄成这样哦，对，应该是这样才对。那你也可以把它翻下来啊，翻下来以后面要放谁啊？好吧，那这个拖斗的话呢，它跟其他的几个家伙模具不同，就是它这个肩膀上多了一个轮胎的一个配件。
那武器的话呢，是一把这个是什么样的武器？你可以直接跟手掌做一个替换，啊，一个小小的狂派标志。那这个转动头是没有问题，你可以转好之后再来把这个给盖上去。造型还是挺魁梧的啊，造型还是挺魁梧的，算是这个绿色看的也舒服，是蛮符合工程金刚在我脑海中的形象。那这个的话就是搅拌大师，这个叫它搅拌机。好，搅拌机的话呢，它这个配的这个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它拿在手上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插在什么地方。那搅拌机的这个头啊，其实它这个头很有趣，它这个眼睛吊吊的，看上去蛮可爱的，非常非常的萌啊。那背后造型就这样，有个圆筒，那这个圆筒当然是不能转动的了啊。肩膀上也多了两个轮胎的造型啊，纯造型啊，并不能够真的转动，也不赖啊。这个造型是，其实真的是还挺耐看的啊。再来啦，这个动不动就被人家杀死的这个 Cliff Jumper 飞过山，这个飞过山就感觉吧，这个我不晓得哎，这个感觉没有什么特色，没什么特色，甚至你的头之前还以为是铁皮啊，不对，铁皮是红色的啊。那这个一个非常就是暴怒吧，还是一个愤怒的一个表情。不过它这个头雕其实这个刻线我觉得做得挺好，而且立体感不错。红蓝眼睛，灰色的脸，然后嘴巴还张开。那因为嘴巴张开，所以有一个阴影，哦，觉得挺好看。后面它跟其他角色不同，多了一个备胎在后面，多好啊！有备胎，对吧？我说行车在外本来就需要有备胎啊。好吧，再来就是这一款钢索。那钢索的模具的话，其实跟其他几个家伙比起来也差不多的组合一样啊，只是后面多了这个一对的小翅膀。还有这个龙爪，龙爪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可以动啊，这里根部也是可以动，这个你可以自己调整成你喜欢的一个角度啊。那它佩戴的一个武器，那它的一个眼睛的话呢，是另外的一个单独的部件啊。我本来以为它会不会附红色眼睛给我们替换啊，但其实并没有。那它这款钢索其实做的比较身材的话，就是算偏瘦嘛，就是说比较精实一点啊。如果说我印象中钢索应该再更壮一些，然后虽然这个腰身收的挺好，而且这一代的点缀很多，对吧？这个，然后这里这个钢索的这个颈部的这个位置，这个配色做的比较丰富一点点。那最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来到这一次的这个隐藏版本啊。我手上这一盒呢，拿到的是隐藏版的钢索，这是我们今天要主要是要介绍这一款了啊。这个，它有1/36的几率会出现隐藏钢索龙形态。那它还有附带两个这个能量块啊，是跟它是一起的。还有一个能量块呢，我忘记是哪个家伙附上的，呵呵，我忘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金属涂装版的钢索，它的手上有一条这个鱼，这个鱼的话呢是背后的话呢是有一个这个凹洞，这个凹洞呢就是扣在这个指头上面啊，就可以把它给卡住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。这个扣上去，这样子，我来看一下。啊，好吧，反正就一条鱼。再来的话呢，口中的这个火焰特效键，啊，特效键，这个特效键的话呢，拿下来，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给它，让这个。人形态这个火焰大剑嘛，这个如果你有这个 MP08 早期的玩具的话，那背上有一把枪，这个枪的话呢也是可以给他来拿，甚至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应该是铜模，但是这个感觉有一点亮粉，但是这个就感觉是没有亮粉，啊，毕竟是金属涂装嘛，就不一样了啊。然后头上有一个这个精神控制器还是什么智商的分享器吧啊，上面是有金属涂装的，那我们就逐渐的来看到这款钢索的一个本体，手掌的话也是可以动，然后呢，金属的这个身体，OK，涂装还是很不赖，眼睛是红色的，愤怒状态下的钢索，牙齿也是给，牙齿是有做出来，嘴巴是可以张开的。好，那头是不能够不能哎，可以头，因为头可以动啊，虽然可动还可以啊。然后脚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部件给拿开。平放在桌上的话，站立性是当然是非常好，没有问题。这个脚掌也是做得很大的啊，完全没有什么可以挑剔，真的是做得挺好的啊。好吧，那么呢，这个隐藏版的钢索也就是给大家做这一款的压轴。
那整体的表现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一套套装。那刚好有朋友问起，那我就呢赶快把它组合起来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。那台湾这边的话好像比较不容易买到吧？哦，就是，我记得第一弹还是什么，好像台湾的网拍上没什么人卖。最近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有啊？如果说真的还没有的话呢，我再问一下几个比较在做批发的这些厂，这个中盘商好了，我看他们有没有人愿意去代理这一款。那如果说台湾朋友有人喜欢的话，我也尽一点绵薄之力。好，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